上面现在讲中间参会求西昂亚后面求西昂亚的意义讲的现在是接下去反应参会完毕之后继续就是反应每一团文都是太极中央参文在第111页听一行开始上面是讲到一个最后一团粮食的炊烟到相思房和准法心中发露求而解释参会广州亚密现在是讲那个参会求西昂扬以后反映的文字所以参文讲念神是参会求西昂扬所成功的也就是反映的开始的念词它的都是重要讲来反映神家上文参会求西昂扬的所成的种种功德参会不但是罪孽消除以下生长无量功德那么将来这个参会就是按照所生起的神秋的功德反映启蒙将来神秋下面所讲的出生利益所以讲生生世世起发阴山得西片传讲来参会求是昂扬以后希望来从前门一起生生世世都能消除这个求是昂扬以前那个求啊老夫中央倾向庄严善人说法强佛安的祈求八种的阴山其白阴山白阴就是佛有两百种阴山的属性跟功德没有用两百种阴山还下在无边方其就是其好阴佛的阴山超出一切世俗世间十法界中啊九法界的所有的阴山都不能老佛比佛的阴山最殊胜最明亮最好知气的好阴也没有言辞所能表达出来所以就是气好阴听音有缘阴佛有有缘阴佛所说的说法无论讲法的阴山啊今天随顺众生的心境心情不会有讲抛的情形都是去其有佛善顺去其缘佛的阴山人一谈到佛的阴山啊神欢喜心都会消除这个广场抛恶的各种的信仰都能老佛中央啊来学习这个有佛缘由的功德这就是听你有缘音第三佛是音佛就是佛啊是调是佛跟音上佛啊调是不会太太不会太色无论你那个哈眼的所在如果你有个善心能够谈到佛说法哈眼谈到的音上也是渡河渡河谈不会太世上哈群谈到也是渡河谈不会太太上不会像我们凡夫啊众人说法阴山都有太少哈群谈到天太上哈眼谈到世上谈不到现在嘛有这个可好法他有这个抗炎器可以传播哈眼但抗炎器群谈啊也会感觉到有嘈杂的情况所以唯有佛的阴山最为调和最为有顺所以讲就是佛是阴是讲是合嘛清度和堂佛的阴山堂起了清度和堂就是佛是阴其实
准会言，佛说法的言上说出的言上啊，是因唐作神尊敬心，对佛神以尊重恭敬的心啊，我开发智慧，所以就是准会言。准众神堂的对佛神恭敬心不是准会，众神堂的佛说法的言上开智慧，所以不是会。所以准要对众神敬佛讲，会要众神堂法开智慧讲，所以不是准会言。听不悟言，佛的言上虽然佛是有眼，他不会像世界五言的言上，比较是讲啊，这个讲有一个言上，谈起来不够庄严，所以佛的言上去有佛去顺，他不会有像世界的五言的言上讲有一个言上，因为只有四五会，不会有这个啊声音谈到有奇怪的感觉。所以佛的言上啊，好没办法好表达，就是说嘛，你谈到天好谈，他不会像世界的五言的言上啊，这种的优雅的情况，所以不是不五言。第六，不五言，五草木五色，我的世界人讲法说法也很重要。下摆我有按你的情况，口不随心，心观想的呀，再方讲出来没重要。心观想的讲法的话，哎，奇怪，这口不能随心，讲出来没心观想的话，我发生误事。有个情形讲到久了呀，疲劳、疲倦，往往就会有按你的情形。按大家每日常常落去啊，谈经也可以谈得出。开头张光啊，比较调和。过了时间久了，或者时间快多了，急忙匆促，想要把一摊门讲完，一急话就讲了就无按调顺，就会着急。一着急嘛，往往个言辞不随心，讲出来的话黑白又口音发生错误，我讲唔错，这是错误的言上。他那个错误唔系有心错误，无形中啊口不随心发生那种错误，这就是为止为使人谈到有时会引起错误的感觉。但佛却对某两种情况，佛就是愿意都按听为了几说法，所谓纯说、纯说、善说、妄说、俗说，无穷无尽，用就按来说，这个声音、说法的语音、道理，也绝对不会发生有误事，不会有错误，不会有过失，所以第六个是不误言。第七，佛的言上就是纯言言，哈言都谈得多，啊。但是刚刚你佛差事的时间，佛的弟子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也就有一年啊，我测验那个释迦牟尼佛说法的言上，看见言谈得多，也运用一个神通啊，向东方去，啊，运用神通走了后院呢，过了几千万个时间又停下来，谈佛说法，哎，又谈得多，再个往东院一直走。用神通走了清就清净的地方，你几多千万亿很多啥子会是业绩的，谈到佛说法的言上还是去往谈得多。结果用清一个神通，上文言阿罗汉的神通有限啦，清一个神通最后多一个佛果，这个佛果的所在就是像清净的佛果，那菩萨清果是翻个翻个板啊，清台长可以往上面的佛讲两台，许多个小朋友都跟着太菩萨五传十方的时间用百十方，那个目犍连啊神通用到快的停下来下来休息，都好停在一个菩萨十方的翻百的百顺啊，起来给个百顺啊，那菩萨看到谢谢看到目犍连尊者又作出袈裟袈裟作的呢，谢谢一看那都奇怪，没有本经文佛不敢碰到去，有时候呢要按奇怪啊，那个板方走了一个三门虫，
沙门虫，我抽甲虫了哈，碰到抽甲你了哈，又用啥叫怪喊啊呢？把个八方喊啊，讲我都奇怪，你讲那沙门虫，有没几十个翻法了？可能将来人家一点讲讲，恐怕还有阿太，所以几撮起这个八顺龙啊，讲我都细细听的。那个菩萨唔得几多千万有顺过，啊，所以当时是该世界该佛，如果个菩萨讲，讲你唔可以统计哦，啊，莫轻视佮哦。你还是那啊，沙婆世界世界末日福嘅神通体系嘅体质木见嘅，只要唐古上话嘅验证，看几人唐得多，车辆也验证，就最多也会了。啊，现在当时嘅是木见人尊者木中央起来一看，哦，嘅一尊佛，嘅佛嘅国胎啊，简直是冇办法好形容啦。佢地讲来到佛世界，啊，嘅尊佛就老一个木见人讲。叫木莲尊长过去好了，先一个神通，那某个时间啊，有一个菩萨啊，我看墙你可能安胎啊，所以可能那个菩萨安过安胎，木莲莲牙仙都安过安胎的身体，相互当理，啊，叫你莫成年不给阴伤，万该下人都躺得多，唔会受伤。但是都讲那个神通用心啊，磨练好多出来三好时间，啊，该时间该佛讲，今年啊。冇办法好多种一样嘅啦，嗯，就是要求嘅世界嘅佛光世尊啊，跟住啲帮忙来忙啊，啊，同埋送葬于三宝世界，冇系唔得多种嘢嘅，所以嘅佛将有一个神通啊，把木建连送葬三宝世界，嘅就是陈阳佛嘅印象，佢吉言堂嘅多，陈阳之言，从东方一直去经过无量恒河沙数佛国，多个家去谈佛说法，印象中央很清楚，所以不是陈阳印。所以佛的印象是方世界无处不闻，只是而你有个善根就能谈到，也是提起提板不切印，切就是亲，佛的印象不会亲啊，用就按相用，用就按好的上，不会讲话像来的反复人啊，讲话讲究的喉咙早的哦，啊慢慢的上就切了，会啥啊讲出了佛门安尼个事情，这个印象永久安相样，所以不是不切印，也就是寻求佛果启辟那个八种印的印。既然希望生生世世启就的八种印象，那就是希望成佛，莫寻求佛果不能启辟那个八种印象。第四片财，四片财就是四无碍之，四无碍片财，啊。就是所谓法无碍片、死无碍片、逆无碍片、老者无碍片，这个四片财前面已经讲过了。四片财，佛果就是究竟七大神通，菩萨也起就，不过莫按圆满就会了。希望生生世世都有把印象有四片财善人出发，上说佛法第一之义，满有神佛以前。希望生生世世所讲的话，都是希望众生大家能够佛法同堂冲出冲修佛法啊，所说出的话都要使众生得到利益，唔会讲到无利益的非法。提上情啊，一切安稳，我可能参问啊，暂不挑战。说出的言上非常情有有啊。讲出个言上啊，无论讲法说法，所有的言上去前向去摇啊，一切人一切众生都喜欢谈傲文傲，喜欢爱傲，喜欢谈你上所有讲法的言上，三界众生防修念你，无论生在某个世界某个地方，三人了解该个地方的众生。所有地方风俗的言辞你记，比如讲话神采合感应的时候才善人讲合法，神采讲好多的时候才你就会讲好多话，采药的讲过年的时候才会讲各种过年，乃至所有世界上任何的法语地方风俗不同的各种法语你都能够说所以不是三界众生防修念你，防是地方呐，修防修呐，地方防修个地方的土法，第一都能够顺
顺应众生都能抓。又有所说，应时应景，临彼天赞，即得解悟，求返涅槃，开返慧眼。凡有说法，讲出来的法，佛说出的法，都能应众生的见性啊。那种见性改换物嘅法，就等于说物嘅法。我克服了个十年，在某个时间上改说物嘅法，就说物嘅法，所以不是应时应景，合时合年，要克服众生的见性说法啊。但你讲说法不能应急，谈到得利益唔多，该说法也等于是一种浪费，使众生无法得益。所以呢，应时应景说法就是应急说法，使众生得利益。所以讲，临彼天赞即得解悟，使临彼唐来所说的法给众生，天就是唐道，唐道来发音，随时就得了解，就会开悟。唐道是了解，唐道是开悟，从此啊，求法涅槃，求出欲凡八界，三界六道轮回生死的境界，啊。真业出世间的牺牲各位上文人各菩萨佛啊，求入这个圣人的境界，为是求法涅槃。学佛的目的呢，就是要转法成圣，求法涅槃。那要求法涅槃，也就要开慧眼啊。慧眼平常时嘛，要五眼光，众生那里凡夫是六眼，天人有天眼啊，阿罗汉上文人有慧眼。啊，菩萨有法眼，佛有慧眼。现在这个慧眼呢，唔系固定在上文阿罗汉嘅慧眼，是讲个开发智慧，就是以把这智慧嘅眼光通察一切佛法，为是慧眼。意思就是开悟以后啊，对于佛所有嘅一切世俗世间嘅妙法了了明白，因为具有智慧啊，从眼足。看一切东西了了明白，重要要心体对一切法明白，为什么慧眼没一天相用看的呢？也就是忏悔求是昂扬以后的翻眼文字，希望神神是是成就两种功德。下面总结讲，忏悔翻眼以为命第三步，既然忏悔求是昂扬完毕，翻眼也翻完毕，意就是完毕，已经忏悔过了，现在要鬼命离三宝，自身穷尽鬼头一颗，连身体生命都鬼头一颗也佛法成三宝，穷尽当离三宝，而应当养多两位出爱去了礼拜既然是鬼命离三宝，就拜三拜，最少要再总拜一拜。两多两位为之参悔神三求是个昂扬参悔完毕了，下面就是参悔六根摧阿弥陀佛，有眼、耳、鼻、舌、身一个六根，这六根对六尘，耳朵六尘境界，心水境界，我所种种摧压，所以是参六根摧。前一参悔神三求是业尽，总结起来，前面已经参悔神三业十托业，求是恶业，恶求两世亡人意义，也该摧压。已经都已经参悔完毕，现在是参悔业障啊，业障神三求是一个摧压，现在都已经参悔过了，经完毕。今当此地参悔六根所作罪障，要升起下文啊，今立下当下，应当就按照顺序此地，就要来参悔那里跟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对六尘色相想没处法。为发生错所错作的种种的罪业，为障碍那里的托业不能成就，所以也应当的忏悔。下面呢，约略忏悔六根摧，谬得求忏悔的人，念出来的名字，等于其他一切的众生，五次以来自以今日，从有了的是神雷神立脚以来，一直到今日。下面就说明这个六根，你六尘。为引起错碎那个情况，佛念为色佛，爱念贤王，奉六祖旨，真愿布施。一个眼睛眼珠目珠看出去，看到种种的颜色，
米色就不叫米饭了，不外面的色说米饭，在那个各种的颜色上，甚至谈爱念错，爱是谈爱念，就是念污了那个身体啊，谈错爱那个种种的颜色的境界，天王灯就是指那个颜色天呐、啊，五色，五个颜色很多天，黄色可以滴呢，黄黄的色啊，红就是红色，六绿色，竹彩色啊，等于讲云竹啊，云竹咪就彩诶，红诶啊，这彩色就竹，紫紫色。橙色老红色混合起来的色，叫做那紫色，比如像个紫色的颜色，这是橙老红混合起来。橙色多啊、变成纯紫色，纯红色；橙色少，浅紫色就纯红色。呀，种种的颜色呢，种上就本两个颜色啊，说明白，比如讲看花。他看见看到个发青好看嘛，我玩哪我一个发玩好看咯啊你，啊，个发暗好看暗迷的，你就本个颜色迷多了，个发不过是红红绿绿嘛，各种颜色嘛，比如讲塑玉啦、茶发啦、牡丹啦，你看到个发个颜色暗好看，哦，你就被迷多了，就本个发所着和创迷和谈爱，所以众人谈错心，看到个发哦暗好暗迷的。你就纯属而去熬个法，就贪错心。整碗宝石，珍贵的玩具，种种的宝贵的装饰品，比如讲金银铁宝，连人珍珠银料，种种的装饰品，世间人贪爱了个宝物，比如讲现在最是国际间最高贵的种种的山下，种种的装饰品非常宝贵。世间人就贪错，非其南五长短黑白之相，姿态有样，喜非法相，也就是异性之间彼此那个看到那个种种的颜色，非高的人就长，短就是矮的人，非黑非白无白那个色相相貌上都非无非白非常几个行动的姿势态度优雅压力有之神奇种种非法的形象，也就是念建设所引起的超出那个阴影。非你谈和尚，非常吧，非都是不一定的意思，非常你都这个你见谈到这个阴伤，谈到个好的阴伤啊，好谈的阴伤，也不成去谈错。穷伤险关，穷伤两杂事啊，是古时我的中国阴恶的恶阴，所以为是五阴啦，五阴。古时的阴恶用五阴去分批，就是穷伤各真一。穷伤各正一，故事的阴恶的五阴啊，像现在的哆来咪发的情况中央了也个用点什么四阴嘛，去分出这个符号了就是种种的阴恶的阴伤。显观是恶气，显呐是显现，比如讲琴啦琵琶啦。福琴弦呢也都是有弦的，扬琴等等有弦去弹不出音上呢，该怎么音乐叫做弦。管啊就是有长长的管，比如像他的手位，无论是痛手或者是大王朝的手位，他的也都是有管的从左去做的有管的，这就不是管恶。中伤险管是种之阴恶，谈到阴恶和阴伤你就是是那个谈爱的心，那个阴恶很好谈，世间人都喜欢谈阴恶。
吉我歌唱，吉是吉你，比方讲吧，跳舞等等啦，各种嘅吉你表演，我是吟我，歌唱歌诶，啊歌唱就是唱歌，用吟我去配合唱歌诶，哦，个吟唱先好弹，哦，时间人都弹出来个吟唱，佮就是配了个吟唱所秘法，由此升起而唱。非请南五吟唱，你人提手指向，喜回发笑。非常是唐朝这个一心的吟唱，啊，非广发你人，非提非手，提是提哭，手就是手那个吟唱，手那个吟唱，由此升起回回之笑，喜回发笑，也就是你经文上升起抽出那个营养。在披下面上深潭龙山玉金素鹤喜回发笑，也是属于披锦文祥池所喜的初期的营养，初年的营养下家的意思家家披锦就要闻那个祥蜜，他们闻到这个世界的最有名的国会的祥啊，有个神奇而操春祥啊，个春祥啊，因为那个春祥哈，一提树，你可能是一块枯木，可是你标那树上就春带。你那陈阳，你比方买那个春祥来点来供奉，那陈阳那个春祥还真还干哈，你就装了一杯水，一盆水，个春祥拿到了标去，拿到墙墙哎，他标了一点不春带。有按提出是讲个前提出发就有按提的事情，你个陈表拿到表的水方会不会存在哦，该就会整个该当个整陈表，当天那个陈表表的水方后面不会存在，该没陈表该改了，该用其他的弹表去改错，不会整陈表，所以你买陈表可以用按你个方法去承压水长多了，陈表拿到一块了，表的可以看到存在吗，中国一下有个存在，该就会真成像，该真成像两个像啊，听讲听讲就闻得到哦，两个真成像的好处从哪边呢，你们批到个像啊，胸感会快，气会快哦，对这个这个咽喉啊气管啊全部都会吸出个毛片，也会消痰，所以你讲福建上点那个真好成像哦，胸筋创伤不会疲劳啊，不会输到一个其他的盐的影响，你普通的坏的香不好的香，个盐不穷人我上到西真纯香就不会，所以真纯香挺贵，而买整个去烧你就可以用水去承压，反正没整个，所以我们纯香坦就是坦香啊，所以真肉上的坦香，真坦香的香啊，虽然清香但既没有臭味，没臭劲，没影响到您的身体，这真檀香好处啊，也是老那个沉香的香法，但不吃沉香，沉香的香比檀香好，具有刺激同那个器官的作用。现在普通一般买个檀香檀果啊，而买整个清香，你看那有很多真肉山檀的，真那个好檀香啊，只在印度作为牛头山檀，哦，这是最好。牛头是这三面，该会出个檀香最好。那现在普通一般买个檀香啊，开体都是干那个变白，白色的，多年的白色的去干的，白色的树啊呀，该树干也有香，该香味了檀香的香法，是了檀香冲口的啦。它那个白色的个香味呢，我有臭味，我臭结性，所以普通一般你点那个檀香，我臭结屁红。闻到披到个香啊，我感觉到触觉，非常会触，感染你个情形啊吼，该就没整坛药，整坛药不会，去容易呈现出来。但是你现在要买整坛药难了啊，那有很多整坛药咯，许多都是那个白色的去搞错的。沉坛就是沉香坛药，龙山龙龙兰香，龙兰香。有一种香，叫做龙兰香，就是这几个名词叫什么？就是龙啊，所以这个时间流出来个后兰，后兰水，哦，结成个香味香气，
该拿的小个油箱或者用南箱，他家就是有面了，现在的形式才留给中盘南了。沙就是沙箱，沙是一种通货，这个肚脐上个塞那个沙箱，那个沙箱非常过贵，它真沙箱啊非常贵，普通一般要用药店方用沙箱，这一佛呢就价值挺高了，普通一般呢就是按 CAC 高的一佛啊，所以该挺高贵的东西，沙箱呢挺香。玉金是玉金香，你看属于香草的香，比方说玉金花啊，有玉金香，苏哈也是苏哈香，苏哈是一种香草，那种香草拿来做香水之类，那个苏哈香啊，草清香的香草是苏哈香。皮头里头香香的东西是檀草。喜谈爱，所以神奇非法之相，非法就是不应该有个想法，我哦也很想我想爱我个喜个念头，也就是自己迷失自信呐，或者喜非法相，相就是身体的一个相念，就是那个五变常之一啊，出造意受想识啊，闻到那个香气神奇那个种种的思念。佛舍檀火蜜，鲜蜜甘皮，众生显欲，滋养四态，坚贞苦本，喜非法相。也就是舍金檀草那个蜜桃，合适的蜜桃，也都是要饮食讲。那你这个舍金呢，就檀草，而是好的东西啊，檀火的蜜桃，舍檀火蜜，而是好的蜜桃。蜜就是沙金汤啊，有那个蜜蕊，就是那个沙神经，有个感觉神经啊，我感觉到那个好吃不好吃，糖酸苦啦，基本分不得出，也就是沙三寸沙金汤，我神奇那种的感觉，糖酸那个好蜜，鲜蜜鲜是新鲜，我认识东西都是希望是新鲜的啦，鲜蜜鲜蜜蜜就是清好新鲜的。清米的新鲜的蜜桃，清米清好的蜜桃，甘就是甜，皮呀，唔系讲你听讲噶，中成肉清皮噶，那皮就是好吃，吃到清好吃啊，干哪个东西就是纯皮。虽然人也没谈错，好米而是这个是好，所以就是在中成肉先来滋养这个心态，来吃给人啊，吃给食啊。是猪是羊，该都是把众生该通过个血，通过个肉，你比方说阿娘能够滋养那里个体水的波峰四态加合个身体你比能够有营养，而师兄也不低啊，往往问过哦是在哦没营养哦，而是的荤菜哦肉体上有营养哦，其实不见得一个人的身体上所需要的营养啊，各种吃不都已经充足，但是你呢谈出来的蜜好，所以就是众生显用的滋养这个心态体属于化工心态感化一生的身体。那么两人有什么好处呢？坚贞苦本，只有增加苦恼的根本，有脱水了吧？实现呢也在脱离前面神三样方讲实现已经讲清多了，拿来批合一下对照就可以记得。所以谈出众生的现用的阴阳心态，那只有增加苦本越来越苦，并没好处。所以谈出的啊，一类的好蜜，有是神奇非法之相，杀神是谈都是非法，不应该有的。佛神奥法义，尽修正果，一切色法，其真理佛，系非法相。那个身体就是有感触，我一个色法给接触，所以非常那个身体啊，拗就爱拗，爱拗那个法意意啊，就是尽修清好的尽啊，清好的，比如我用的布啦，各种尽类啊，修的法清多哦，可以了清去美丽清好看，还有清柔软啊，尽就是他那个实质平衡啊，指出那个种种的颜色，金、锈、
就是比方说故事的初修，现在有用几期修，修修中中跟发错等等跟颜色看起来亲密的又有用，整十几品的重量，反正十几品统统按照整过就扑散，就罗过扑散，扑扑的纱布拿来照出去啊，可以看得透明，那就水泡的纱呀，那就按照过。那第二就是去洗吧，一切送保管，其他一切比较安尼洗呢去讲吧，你身体接触到清火啊呢，安尼个感触。非常是去整理服，整宝贵的啊。好像是用七宝去珍贵的东西去做成个去迷离的服装，实际上是表示尊贵宝贵去洗白的服装，着起来挺舒服挺快乐，加上你的衣服两个身体是探照你的种种洗白，有时神气挥发之下探照喜欢而两个好的接触，以出为乐。分一道乱象，出相怪法。一依体行意，这个依体多方向，腐蚀乱象，嘛该都想得到啊。那么所想干的往往是属于唔合符合嘅正法嘅东西，出相怪法，出接触依体所接触嘅法尘，所想嘅所接触嘅都违背佛嘅正法，怪就是违。违法违背真法，往往生起种种的贪错大种种的妄想如某些猜的东西，那么由此生起贪错只有增长催压，该就是一天对法成的时间生起种种的闯入的做法，该就是由此也不增长催压。上面就按照六经对六尘违法生死人创业的情况以及胎体说明过了，下面总结讲，由此六经所托春阳无量无边，有量念念必生生一六经引起对六尘贪错起非法相所托的春阳，莫数量无边，自然都无穷无尽，春阳尽多了。令人平常讲六经引起错了的春阳非常详细上面，所以今日相佛前，今日自身相是仿佛。准法身中解释忏悔，把这个过去有错六经的春香六经对六尘的时间，如果有错到春香现在自行现前相似仿佛求我忏悔，希望能够守住形象。忏六经推之后，下面引言反念每一趟都是先忏悔后反念，念以忏悔念经功德，念因此念察见十方诸佛菩萨勤香法师不离逆向忏悔完毕之后，发现六经希望得到殊胜的功德，发现用上面所忏悔六经罪的功德忏悔念经的罪过，又是神奇的功德，希望发现使令我的念思念两个念珠生生世世能够通常见到十方诸佛菩萨的勤香法身，法眼睛能见法身修眼见不到的，希望生生世世都能见到诸佛菩萨的法身。那么这个法身叫做离垢没有去法身我的众生也有法身，叫做慈心勤香法身。众生的慈心勤香法身到神秋佛国的离垢没有去法身，本来并无两样。佛所勤证的离垢没有去法身，离弃一切垢染，迷渺都知去也个法身，所谓勤香法身。老众生本起就个自性勤香法身，并无分别。佛所证的也就是众生本起个自性勤香法身，众生所迷失的也就是佛所证的离垢没有去法身。所以佛所证的离垢没有去法身，以众生本有个自性勤香法身。无样样，所以不是不影响，不会起分别，不会有样样的感觉。
就是说自信情枪法神与复过受真个情李雕庙军法神平等平等一样没差别，这个是不影响，不要用两种相冲来分别哦，众神的情枪法神呢还没现出来，不去复过的情枪法神其实没平等平等，并没差别，本来就不是，就是不增不干，不神不灭，也不纠不强。你看，希望念经成就两种功德，念你忏悔念经功德，念念是你上文十方诸佛先生所说真法，以告奉行。凡人希望念经忏悔以后所得的功德啊，希望那个忏悔念经该出忏悔以后所成的功德，那来凡人。此地两个念经呢，从此以后生生世世双双堂堂十方诸佛圣贤所说的真法啊，不过把真托所显示的一切的真法，乃都能够堂堂堂堂都能够以告奉行，就是以告奉行了，按照佛所说的法来修行，也就是平常所说的以告奉行，以佛所说的念告来努力进修以告奉行，也就是你闻佛法得到一方修行的功德。念以忏悔披荆功德，念念此披上闻详记涅槃未详沙利神事不强出位，也忏悔披荆该催念以后希望成就两种功德，我用反正用来忏悔披荆该催念所成就的功德，我反正希望使你爱的披荆从此以后生生世世双双能够闻到详尽佛国的啊涅槃未详，详尽涅槃未详也可以出差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所说经这个详尽品就是第十品方啊，说明讲吧，当时维摩诘师坐在一个金沙方啊，思想游遍文殊菩萨去慰问你，那所有佛太弟子统统都去慰问你。那么当时啊，他说法都已经将近中午的时间了，二十分的时间呢。他说太感佛弟子为了这个堂法，十分的时间多了呀，沙利佛心就心痒头，心光很小啊，你按多人坐了呗，时间又多二十分呢，哎呀又没厨房，又没人送饭来，哎呀。那中国什么呢？这新冠疫情那个念头，为毛在几时就提了？所以你就问沙利夫讲，跟你还要了堂法，还要了吃饭，和师兄流传一句话讲，是为法以来，还是为事以来？就是对两个事。啊，沙利夫没意思讲，还是为他吃饭了呀？就讲还为法来，跟你为法来，你讲同时的念头呢？啊，跟你没想那个念头，没办法了本身很幸福啦。啊，跟爱同讲。俺的两个世界的饭呢，没那个好吃。有一个富贵的饭呢，嚯，那是好吃到极点了。啊，讲到祥记富贵，可是该贵名叫众祥贵。所以为什么就老当时的太妃沙利弗等讲啊，讲俺的这个世界上房，用那个上面一只上衣，一只上衣经过四十米很好啥富贵。一粒沙上的富贵，四十米的很多沙处很多富贵，一次上的最高的出产当官哈，有一个富贵叫做众祥贵，众祥贵，众祥贵方的富呢，叫做祥吉富，祥吉富，这世界呢，没凡夫，没女神，只有菩萨，都是清净海中的菩萨，就讲厉害的祥吉富贵了，都是犯的时间，其他的都这个是祥吉犯啊。所以为什么一线神通本太个看过个四十米很好啥富贵个当不详细富贵了，太个我上去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太菩萨都出来拿人饭出来吃饭，以前个小米都闻到说哦，你看个饭一小米呢哎就是你看呢有骂人的叫法谁嘛用神通去那个详细富贵就去偷偷去摆饭了本太个吃，文殊师利菩萨像一个神通本太个写这个大病他可能没讲不敢讲，为什么其实说你俩的菩萨无奈可耻啊，要不然没按那个年龄好像像一般犯了本来的事啊，这刚好为什么其实就变化变一种菩萨出来啊，在他面前啊。
为毛叫做行业个？你去去个兄弟富贵啊，去对枪一般般的，不管在世界中城市，所以叫个发菩萨，变发个菩萨，就去到兄弟富贵，好个亲像啊，就要求付出数以百万美金啊，拿到一百万就多赚了啊，一千多菩萨肯定的，我来谈话。所以我来的时间付出这个的菩萨讲，叫你二姨啊，你要你身强，你身体强啊，我数量起来哦。我本个世界个众生闻到，不一批多啊，就不差多啊。我谈的，你要你身强，还要受你身体，我两个身体按国按胎去到啥佛世界哦。看到菩萨看到我干不到，吃干皮了，我哎呦按肩色，我要按胎耶。所以讲他们个的身体啊，实在些，让我的啥佛体验就是一个重要了。哦，大家跟着菩萨都见得了呀，都到沙漠世界了。那段时间跟发菩萨拿到一百饭，哦，饭本太开始，跟着有的沙漠员工说，哎呦，给一百饭来的，按多少用拉百十，啊，跟菩萨就讲吧，你太搞没用啊，那个修行的看太太菩萨的境界，俺俩一百饭了，十方世界众生吃大饭菜，莫光像你俩留你。所以这一百番太感都是吃了以后呢，太感都得到法体哦，都真的果位啊，该魔功行都三处清净了，那底下都披露上了，你们讲这种事，你披空说烂了清净好，披露个相机啊，吃了个饭跟满身都香啊，魔真果的真果，魔开悟的开悟啊，都能入这个佛的真法的体位哈，所以不是上文详记入法位相